来，咱们看看大肘子肘子和小肘子肘子有什么区别啊？先把这个大的拿下来啊！哎呦，首先从这个颜色上看，这个大肘特别颜色特别深，是不是？嗯嗯。上面筋也多啊，全是筋。哎，颜色比较浅，瘦。要是你要两个肘子，瘦嘞。要喜欢要瘦的，我要这个大的，这个香，看见了吗？大家看看哪个好吃啊？咱们看看刚才拉这个肘子有多少啊？来，五斤六两，那小的呢？五斤六两。看那小的，二斤六两。我靠，你差一个是吧？好。